乖乖养成记。袂起来呀！哦，啊，这讲到甲日期吼，我得阁想到一项代志啊啦。啊，是啥物代志呀？啊，咱顶间讲迄案件，迄国税局哦，为着要甲人迄偷卖太监门哦，私有财产啊，竟然哦，用迄立刻白人修改公文的日期啊，将迄日期提早哦。竟然有这种代志发生？安尼毋是伪造文书，敢讲安尼无犯法哟？是安尼啦，当初因用立可白修改日期，予法院发现，遐财产是拍官司抵押用的，了吼偷卖代志曝光，予人发现，因吼才用退税的名义来害，你讲有够离谱无？自从吼咱今卖咧讲遐个代志吼，我伫咧网络吼加减拢有注意咧看咧，啊，捌伫咧影片看到咧前立委吼柯添财啊，讲针对个立可白这件代志吼，即阵财政部长啦。我怕我说不清楚，放影片让你看比较紧。我用一个吼，来，你开始看。太极门事件呢、啊，是由你起头的，搞了18年还没定案，是什么道理啊？ Oh yeah. 如果你国税局对，你财政部对，怎么会搞到18年还没定案呢？报告委员，那如果不对，那你应该赶快了结啊。还有一次啊，为了这个执行啊，还你本身呢、啊、还修改公文书，把那个确定执行的日期把它提早。先下手为强，除了公文，竟然会当这个立可白给涂掉，再改日期提早，哇！我看是上去执行。嘿，世界上有这种税务人员，这种税务机关吗？法院政府对人民搞18年没有搞定哦，那你这个政府有问题了、哦，不是能力有问题，就是心态有问题嘛，一定的嘛。不投降就不要硬凹了，是不是？意思啊，就是国税局投降就好了。你就是没有道理才会讲这种情绪的话。哦，看完了，你看这政府哦有恶志无啊？伊这叫做啊，见小灯受气啊，心虚啦，那公文乌白改，真乱来啊！你讲人乱来，人伊对部长提落来吼，啊，搁去台下教书嘞，夭寿骨哦！像这款人吼，我有孙嘛，唔敢予伊教。哎呦，乌目目哦！阁有另外一位国税局的局长啦，叫做林宗元啦。去大学演讲的时阵，唱啥物嘿？你是我的烟，你是我的烟。当我囡仔还面头前讲吼，减记最高奖金480万，真是夹歹囡仔大细呢。吼、哦，安尼听起来，亲像咧叫囡仔出来咧做尿白啊的呢。其实吼、哦，早伫93年，咨询局甲163位立委联名提出。公人税务奖金是不发的啦，而且搁立案废除。想不到后来咧，张信和做财政部长的时阵讲，无奖金不足以养人呐，用作业要点将无法律依据的税务奖金藏伫个预算当中。到今仔日呢，继续恁领呢。啊，搁有较罕挂挂的代志哦，搁甲恁讲啦，一粒苹果吼切做6片啦。其中有一篇是感冒的代志哦，
啊，煞毋知影讲吼，人个武术团体的地主啊，包一个红包啦，互师傅做敬师礼啦。啊，国税局吼，就讲人个是补习班，爱扣税。啊，人个教育部啦，国税局啊，家己嘛出来讲，讲吼，伊毋是补习班，敬师礼吼是政务，毋免扣税。吼，讲到嘴焦，我来啉一下茶者，恁继续。啥货啊？是目睭看无白，嘛捌听过个包红包爱扣税。无人咧安尼呐，甜妹啊，皇宫内底哪会出现感冒？你还袂讲咧？再我来解释啦，都拄只有讲过咧。敬师礼是红包无咧扣税，上界奇怪的是，这个武术团体只有八十年到八十五年这六档爱扣税，其他拢唔免扣税。啊后来咧，啊剩八十一年爱扣税，其他五档又搁唔免扣税。那安尼唔是感觉真奇怪吗？国税局硬咧讲八十一年都爱扣税，原来八十一年是干嘛？我知影啦。啊哦啊！我来用给恁看啦，恁来看，这是一条苹果啦，苹果哦吼、哦。啊，我来给伊切做六块啦。啊，六块，六块拢嘛是苹果啊。要哪会讲哦，出一块干嘛啦？我就是伫讲这桩代志啦，笑破人的嘴哦。各位同学，老师有教啦，一粒苹果哈、哦、切成六片，每一片都是苹果，不可能出现一片橘子的、哦。如果有错哈、哦，就要改起来哦。好、哦，啊，这代志洪听甲一百多回，煞愈来愈笨起来。我先来灌一杯青草茶，降火气一下啦。阿玉啊，用一个冰镇啦、啊，放伫个头壳顶面啦。安尼降火气哦，较紧呐。讲来讲去啊，这代志的源头吼，拢是当初迄个何宽仁引起的啦。当初何宽仁滥权，发文头国管事，讲要甲人断电断水，国命令人爱解散。讲到底吼，拢是贪公权名利啦。检察院吼，捌调查吼，迄何宽仁吼，伫咧办太极门案件时哦，都有八大违法啦。啊，国税局嘛有七大的违法啦，你看伊看到真啊啦，二五档啊哦，拢无要认错，迄奖金因伫领啦，啊，随咱人民伫缴啦，会害哦。人喺外国哦，像日本啊、韩国的官员，那这种代志拢爱处罚，而且爱搁将国钱交倒转来，就是总统嘛，同款，甲人民百姓同罪呢，哪有像咱遮的官员做唔到代志？个用个升官发财啊！啊，遮个代志，咱嘛是爱加以关心、加了解啦。有一句话咧讲，沉默是暴力。啊，知影遮个代志，咱就袂当低点点啦。我最近吼、哦，伫网络有发现一段影片，叫做《全民公审》，是关心发甲水的影片。阮吼嘛爱加了解发甲水，才有法度保护家己。若无吼，倒一天发生伫个家己身上，真正吼要哭无目屎哦。全民公审吼，我嘛有看呢。最近吼有一首《贪官独行车歌》，内底歌词吼讲了有够好。我听完的感觉吼，就是咧讲吼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毋是未报，道德将有报。法律吼无法度治恁的罪，你嘛躲未过天理的制裁。对啦，俺小弟嘛有伫咧讲诶。人若无照天理哦，啊天嘛无照价值啊，啊遐政府官员哦，若无要照天理良心来做代志哦，天哦绝对袂容允因啦，对啦。